OK， 我是爸爸，就我知道你很掛住我，其實我也很掛住你，經常在你身邊，就其實我的心很不舒服，但是沒辦法，因為工作，也希望你知道現在我做的事情，將來是對整個家庭，或者是對你將來的發展是很有幫助，我也希望你將來在某方面的藝術是有些成就，知道你喜歡跳舞，喜歡音樂，希望就到時候你可以教訓爸爸。